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重视人生，成就生命。生命电视与您一同拥抱生命，迎向未来。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穿僧鞋衣代表持戒，如果你能够持戒，所有安全不遭破坏。虽然我们没有持戒，你是在家人，但是你愿意啊，跟出家师父要一块袈裟布放在身上，那你也可以得到持戒的功德。所以今天有准备一片袈裟布要给各位，这一块是在印度菩提盖亚那边有一尊弥勒菩萨所亲自做的释迦牟尼佛的像身上的袈裟。那我们有个习惯，就是说每一年一次你供养一件新的，然后旧的就送给你，送给我们，我们就给它剪成一片一片。不过这个也很够大片的，你回去可以剪成十几片，一小片都没关系，一条线也可以。你先生开车最好车上贴一片，你儿子骑摩托车身上放一片，你身上有这种佛像的袈裟布，好不好？还要共衣，共衣。好，那也要感谢刚刚那十位菩萨这么庄严，走路都快跌倒。
但是他们以后会更庄严，因为他们用他们的一个身体这么清净来供养啊，这也是个功德，为他们鼓掌啊。那现在我们要念不空摩尼供养咒，这个咒如果你能够背下来，也功德很大。你只要念这个咒的时候，十方诸佛菩萨都得到供养，而且这个供养的功德马上融入到地狱道、恶鬼道，那些受苦的众生得到供养的功德，他们就可以脱离恶道，至少脱离三恶道。所以各位念一次来，嗡阿穆嘎波扎曼那班美班扎拉丹塔格达波罗格底三曼达扎萨拉吽。我今天在浅草观音寺抽一支签啊，这个签的意思告诉我说，所有的离苦之道都是佛法，不要说哎，我是净土宗，我是密宗，我是什么宗，把它切开了，帮助所有众生的佛法，那这些我们都要学习，都要合在一起，这样来弘扬啊。第二句话好像告诉我说，不要太烦恼，意思是说，虽然我很想帮助众生，那有时候我会有一点忧心忡忡啊，就是不要烦恼，尽力就好。第三句话说，自然就会有很多财宝，就会有很多福报去做很多善事了。所以我们今天在斯里兰卡又救了108头牛，今天水洗一下，水洗不要钱，你只要心里说哇好累，你功德一样。我们这十年来已经救了25000头牛在世界各地，今天上午在伦敦我们又落成了一个塔，连当地的市长都来，爱丁堡市的市长都来参加，但是我今天没办法去，但是他们要我录音告诉他们佛塔代表什么啊，你千万不要跟人家讲说那是死人的东西啊，佛塔代表人格发展最圆满的啊，当你用身体去绕佛塔，身体健康，要这样讲，当你在绕的时候嘴巴在念什么都可以，我们在佛塔上面写个南无阿弥陀佛，老外还问了老半天，他们还打电话给我，师父解释解释什么叫南无阿弥陀佛，我说就是我爱你，我老外说好啊，因为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我希望你快乐啊，我希望你去净土啊啊，所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我爱你啊，所以然后呢在绕塔的时候嘴巴念南无阿弥陀佛，我们还给它翻成英文南无阿弥陀佛，然后心就会变成爱，因为佛塔代表佛陀的心，菩提心。那因为他们这个植物园是放在他们英国战争死亡旁边，弄了一个很庄严的植物园给大家参观，所以说佛塔放在那边，只要有人去绕佛塔，那边的亡魂就可以超度，因为用爱跟慈悲的力量。但是佛塔也代表人要成为人中之塔，就像京都，没有京都的一栋房子可以超过京都五重塔这么高，因为塔代表最圆满的意思了，人中之雄。所以一个人要成为一个有道德对众生有帮助了，那你就是人间的佛塔，所以有佛塔在就代表有佛陀在，有佛陀的心在，也代表一个身口意圆满的没有伤害众生利益众生的状态。你看老外这样听喜不喜欢，所以他们就决定，那我们拨很宽多块地让里面盖，我说哇没钱哇那没钱啊，所以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意思很好。但是不要谈佛教，我们讲的是真理爱，因为有这个佛塔就不会有战争，因为他们是为了超度那些战争的嘛。所以外国人很喜欢把圣母玛利亚把十字架放在那些纪念碑上面啊，就希望他们得到神的爱。哦，原来佛塔的力量啊，又可以透过人去绕佛塔而产生有佛的力量。所以你如果你的身体经常去绕佛塔，出身高贵，身材好，声音好听啊，来世升天。所以各位下回在东京也多造佛塔好不好啊，东京有三重塔五重塔，塔不再大，你只要有就好了啊，当然有福报就盖大一点，因为让别人看到那个塔，你讲建塔得解脱，建塔得意念三宝，建塔升起菩提心啊，所以在佛塔里面就会放着
佛陀的圣物或是佛经，所以我在这边啊，我希望大家多抄心经啊、金刚经，我明年来收一收，我要把这个大家手抄经装在佛塔，好不好啊？手抄的呢，手抄的比印的好。我觉得日本寺庙有一个好处，他们我们这次几个寺庙，他们放了那个般若心经啊，然后让里面的人去抄抄抄，外面写的抄完20分钟1500块日币这样。我们是免费，对不对？免费大家抄心经，对不对？啊，所以但是我觉得日本定价也有它的好处，大家就守规矩，也没有高没有低嘛，在里面就不用什么人际什么交际应酬啊，对不对？啊，这样就大家比较自在一点啊。但是佛教真正的出发点是免费的、慈悲的啊，那这些要靠我们华人呐、啊。啊，牌位免费，念经免费，对不对？自动供养就好。自动供养一块也是啊，合掌也是啊，啊，不要把金钱跟那个化为平一在一起，那这样那个法味就少一点点，啊，所以念一下，身心即是道场。对，那么你把这个悲心、菩提心啊、善良的心放在你的身体，讲语言，你的心态让别人感受，你走到哪里就代表佛塔，啊。也所以各位要用我们的一个佛性，就代表一种悲心菩提心去对待人事物，这个就是修行。所以各位刚刚在供养，供养得很快乐，从今天开始来让所有众生快乐，天天供养众生啊。像我们今天经过富士山，昨天经过富士山，我就一直念这个咒，嗡阿摩嘎波的供养富士山的圣神啊。刚刚我又特别写牌位，回向富士山下自杀死亡者，啊，因为他们给我看那个有一个森林死了很多人自杀，啊，也希望他们超度啊，希望他们离苦啊，啊，但是他们会到富士山，就是对富士山相信嘛，因为他那边是圣山，他也希望他死了以后超度吧，只是很可惜，他不知道自杀的真相，自杀的人你至少要重复7次的这样自杀。比如说你在那边上吊自杀，那你就永远吊在那边，叫吊死鬼。然后以后你要找一个替身，不然你超度不了。所以有自杀过的地方还会重复一直自杀，因为他想要找一个来接替自己，结果找一个自己也没超度，但是就是很不好的现象，很不好的现象。但是因为自杀的人不了解，所以因为真正自杀不是身体杀掉我们的恨，杀掉我们的贪，对不对？这才是自杀。所以佛陀叫我们出家人叫自杀者。自杀者是什么？杀掉你的痛苦的心态。你没有痛苦的心态，就没有痛苦的轮回，而不是杀掉身体。这个身体留着可以让你去断烦恼。如果你逃避了，所以安乐死是不是自杀？安乐死也是自杀。西方人把那些马，哎呀，不能走了，就把它安乐死，那个都是杀掉它。啊，对狗安乐死，那就杀掉它。所以，那我想各位要了解佛法，你才会知道哦，什么才是真相。不然以为说安乐死是一种快乐，安乐死以后那种痛苦也没办法形容。所以，因为生命死亡以后这些真相，各位还是要看看佛经，听听佛法。那我认为在东京讲佛法的人不多，但是各位事实上书很多啊，一个人会念，像我们司仪这么会念，他负责念，我们负责听就好了，那就是这个意思啊，对不对？因为人的耳根很特别，你自己看背不起来，但听永远背得起来啊。别人骂你一句话，你记一辈子，听的能力很强的啊。所以有人在念，那有人在听，然后这样就一直在传递佛法，所以这个叫口传。口传就是最好我念的跟佛陀念的一样，不要改变，改变了就换了味道了。所以我认为能够念给别人听啊，像被大家认同这位法师哦，印光大师的法语，弘一大师的法语，那一个念大家听好不好啊？所以各位声音弄好听一点，如何声音好听？给我背下来，不骗人。口才才会好，不骂人，
声音才好听。